这俩人不愧是妇女啊，千寻疾。九九战魂锤，巍巍昊天宗，天下第一宗门的传人，却要逆天行事，这注定是场灾难。区区八个魂环，何必自取灭亡？结束了狂傲，你的愤怒将是本座登顶的阶梯。千仞雪，没想到你有光明的一面。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与邪恶，而胜利者永远都是正义的。